了，我就不锻炼了。没什么能那不行。我饥饿感。来把塔姆。我的妈呀，我们家有大嘴儿，我这100年见不着这 ADC 呀。哎呦我。盖伦挺有意思呀，跟我塔姆一级对眼啊。我的嗜好。跟我塔姆一级对 A， 来呀，别走了。哎呀，这个 A 一下也没闪现走，可恶。这波兵有点多，其实是有点狂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是有点狂了啊、嗯，这个我们的问题。我想 A 闪来着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最后一下我能回血，我回那一下血，然后我闪现一手，让他先给 A 出来了。没关系，盖伦这玩意儿呢？好打，盛宴在等待。好像赵信要上来了呀，我一瞅啊，赵信应该马上要上来，但是不用害怕啊，我们第一兵多，第二我们装备虽然不是那么特别好啊，但是应该也还行，我们可以先杀赵信，我们比较幼，先舔他一下。Nice。 吃塔皮。回家了，先来个日炎。攻速海，嗯，攻速海加日炎，塔姆平 A 伤害不高，怎么不高呢？那被动。额外攻击造成50点魔法伤害。巨蛇鞭挞，大快朵颐，厚实表皮，深渊潜航。明白了。来吧，盖伦，啊、嗯，盖伦。我的
盛宴从广泛中出现。那盖伦一整人没了。唱响悲惨吧 ！Shut down. Double kill. 真正的嗜好。好，他把 W 的用了。滚！飞！啊！走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狂战士骏甲，出个小药。盖伦五级，我们可以去趟中路，但是现在这个大招啊，距离太近了，我走都能走到了。我来啦！你是真能呛人头。哎呦啊，三 Q 啊，三 Q 白刃棒。赵信挺勇猛啊，现在我们可以狼吞虎咽了。这玩意儿虚虚本来就那么高，就是笨。那滑板鞋如果队友都是傻的，那根本就赢不了，你根本你就碰你都碰不着人家，你知道吧。他马上要传送啊，我们直接吞这个小兵，让他传不了。呸！是个傻逼。
他很想直接把我斩了，但是他怕我有盾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想沉默，然后把我杀了，但是失败了。这是个日本大厨啊，切两个寿司给你们吧，把我的手给你们切了，来一个寿司，吹。这波就不能打了啊！这波如果再打的话，这盖伦我们打不过了，溜了。来个破败吧。赶紧升个十一。问你们个问题，塔姆的名字叫什么？世界就是一条河流，我走过来了，能杀就杀，杀不了就拉倒。哎，记住了啊，塔姆叫塔姆肯奇。吹，我得去波中路了。河流之王来了，来走位。俺们家下路好像有点顺，开塔没用的，那盖伦一看就有闪现有大，你知道吧，想闪现斩我不好使呢，漂亮，滚，抽一下，哎哎，这怎么勾着我的，我真是佛了，给我杀！哎呦，
真牛唱啊！拿下了。来个破败，好风墙，变成大蝴蝶了。那寒冰干哈呢？那寒冰，哈姆肯奇来啦！拽我舌头啊！完了，塞拉斯来了，我打死他！臭鸡兵，差一下！嗨呀！猴哥，给我吐个汉堡包吃，行。呸！给你一个。给我吐个披萨，没有那玩意儿了。我们有汉堡包，有包子，有铁甲俑，你想要哪个？哇，双峰！往哪走？致命点烟。给你来个汉堡包，不是，错了啊，寿司啊，还有寿司，对，我可忘了。还有包子，完了，给我脏了，没让我动。这亚索是小戴吧？